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其实耶稣成日都想拥抱我，只要我哋话神啊，我需要你，神就好乐意去祝福我。神啊，我哋当中有啲人需要安慰，释放医治嘅。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教我。你夜夜都谂住神，譬如半夜醒咗啦，我就系谂住神。耶稣在拥抱我。教我哋每一个都学习，日日夜夜都谂住你，夜夜都喜爱耶和华嘅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佢就会日日夜夜结出果子。佢所做嘅一切，凡他所作嘅，尽都顺利。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人，真是日日夜夜都去想着神。主，我们掹神你，主我紧靠，主我紧靠你，主我紧靠你，主我紧靠你，尽我心，以我力。上台分享，有冇人有呢種嘅情況嘅？有冇邊個咧？有呢種嘅情況可以分享一下你嘅情況，可以分享你對你嘅幫助，或者分享困難嘅地方亦都可以。有邊個會想分享啊？即係當然冇人係真係24小時不斷親近神嘅，但係都有好多時間有咁做嘅，即係都有成為一種習慣，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有嘅，可以就上去台上舉手，上去台上分享，有冇啊？有